而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候选人饶庆麟十六号上午则是来到了纵谷地区，深入每个乡里各个社区部落来进行扫街拜票，希望在选战倒数时刻可以获得更多选民的认同和支持。举起你的右手，武汉武汉，举起你的双手，动算动算动算，好，谢谢，全力动算。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难掩收到相亲爱戴的热闹气氛。随着大选之日一天又一天的逼近，每位候选人都马不停蹄的扫街拜票，而县长候选人饶庆麟十六号上午则是来到了纵谷地区的鹿野、池上等地，跟着竞选团队的成员们深入到纵谷地区的每个角落，希望自己的政见与理念能够获得这里乡亲朋友们的支持。在纵谷地区扫街拜票，所到之处都能听到饶庆麟的死忠粉丝们热情的欢呼、挥手致意，甚至还放起鞭炮，动算声此起彼落，好不热闹。非常非常感谢哈，民进四炮哈，民进四炮，台东县的县议员，我要祝福杨振宏能够高票当选连任代表哈，拜托各位。随着时间的步步紧逼，选举的氛围也越来越火热。究竟在这次的年底大选里，哪位候选人能够获得乡亲朋友们的肯定，成为台东地方上的百里侯？就在开票的那一刻，就能揭晓。饶庆麟，动算！庆麟，庆麟，庆麟，动算，动算，动算！记者安琪伦综合报道。